王宝强戴绿帽新闻，洗八十八亿点击。报警！报警！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小王宋哲。宝强，你最喜欢老婆的哪一点？美美美。而他是草根演员宝宝王宝强。但他的衰报经常你背着他和经纪人有染。戴绿帽已经不足形容了，宝宝根本就是绿光侠等级。小王宋哲19号被曝开房记录109次，其中钟点房类似台湾2小时休息开房键就达21次，网友认为最正确凿。小王宋哲老婆杨慧也没打算放过老公，提供证据给绿光侠的工作人员，打算斗死负心汉。究竟这三个人命运的安排，还是情感的纠结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这道绿光蔓延到全世界，事件爆发以来，微博超过88亿人次点阅。宝宝除了有小明的立体，连8岁在少林寺习武的方丈、好友黄晓明、赵薇、黄渤也加入声援他的行列。娱乐动新闻，绿光侠加油！